如果你这么累哦，你今天去拍片啊，也不是拍你啊，你这么累啊，回来睡到嘴巴开开，嗯，怎么办？然后这么放松，手都打开的，就像睡在姨姨身上，嗯，然后现在跟你讲话，你也没有听到，戳你也不会怎么样，真的很累哈，很累很累。不不，然后你看看你的脸，是口水吗？口水疹吗？一整天吃手手吃手手，吃到脸脸都黄黄的，嗯。你看你的眼睫毛这么长，然后旁边有一只狗，阿妞，阿妞，你头发好飞哦。哦，我嘴巴开开，啊，闭起来，闭起来。闭起来，闭起来，哦，又打开了，怎么办？打开了，你真的很累，那出去都不睡觉，到新的地方都不睡觉，看到漂亮姨也不睡觉，我还在累成这样，那你继续睡吧，拜拜。